咁有一種情咧，就唔知點樣形容嘅呢種情，就係話一個大家好似又好似冇乜愛情嘅喎，但係基於一種係叫做係一位係風塵女子，一位係大將軍，但係佢哋經常見面咧，嗰種情咧就唔知用咩去形容佢好。咁唯一你講咧就係話女嘅有俠義之情，有俠義嘅心。因為我哋成日講仗義每多屠九倍，小鳳仙雖然是一個風塵女子，但是她為了做這個蔡鄂離開袁世凱的魔掌，她想出了一個辦法是非常之好，最終就是助她呢去到雲南逃走了之後呢去到雲南起義的。那這首蔡鄂小鳳仙是我睇睇先，我驚講錯咗啦年份啦，係就係1980年撰寫嘅，就係《蔡鵝與小鳳仙》，原唱咧都係頭先我講咗啦，係梁漢威同埋吳美英咁，亦都經過咧老師咧黃德正老師咧係將佢改編過，係另外一番面貌送俾各位觀眾啊！好啦，我都唔阻大家欣賞，黃德正老師再次出場，火拍係龜秀嘅。蘇靜華小姐，掌聲請出佢哋兩位。
日奉先者。哈，呢幅苏绣真系巧夺天工噃，周上佳人想必是奉先者啦，但不知情郎是谁呢？吓，好啊，望善有情郎，看你有何方法，万千生死归尘，等我细欣赏，再细欣赏。Hey,
中之意有何所指呀、啊？又蔡郎，你又何必相瞒呢？我见你酒后有牢骚，每每同歌荡哭，便知你是伤心人，一定便有坏报的。不要肯应承相告，我是奉先，愿意为你分忧啊！为我分忧，轻奉阿仙，你得那如不得更令蔡郎心惊中。是为侄难心，我蔡从波今日才知你是我的风尘知己呀。蔡正官，为何你有数可不知呀、啊，冯小姐。
民权民生，为着想又起了袁世凯，阴谋奉阿辟，假造万里，自立为王，佢仲设你计。赞我入京那诗，扬为已被作众臣暗执机也寻，在其帮将。海雕啊寒，人烟炸，举机谋更啊，成啊，你错爱，爱郎。埋住求荣喊光水，国家有此君，民那生啊，无。
好，多謝曬兩位。